身体检查，医生说我的身体很健康，我之前的私生活也很健康，你放心。我也是，我身体也是没有什么毛病，就只有癌细胞。但以我的了解，癌细胞是不会通过性行为传染的，所以你可以放心。触了警报器，警铃才会响的，并不是真的发生了火灾，所以对不起，真的很抱歉，请大家放心，可以回去休息了。吓死人！没事了，走吧。还是不玩了？怎么？原来一点都不好玩的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吧。小雨，可是我 OK 了，我真的 OK 了。